本案发生于7月14日17时17分许，周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由松永路往高铁南路方向直行，疑似因车速过快，不熟悉车况，直接撞到前方由松永路往松勤路方向欲左转由黄姓女子所骑乘之普通重型机车，进而造成中南汽车失控滑行，撞击路边停放的小货车。中南与黄女手脚多处擦伤，无生命危险。双方驾驶经警方实施酒测，皆无饮酒。警方呼吁用路人应专注驾驶，行经路口时要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为交通安全。